球。对你来讲只是小小方便，但就可能带给人家大大麻烦。乱禁停放单车会阻塞路面，还可能整亲人的。无论是租用定是私人的单车，都应该停在指定泊位。我们应该善用各种停泊设施，政府一直努力兴建和改善单车径和停泊设施，我们都一起来建设更美好的单车友善的环境啦。两款顶都套座 OK 便利店有十货卖啦！而家你可以去指定30间 OK 便利店拣选深水顶都，即时俾钱，即时拎货，立即上 Big Big Shop 了解详情啦！呢样嘢要即刻开会啊！仲唔即刻去准备？伤风感冒鼻塞塞，点算好啊？想即时通鼻，试下安鼻灵啦！安鼻灵直接喷喺鼻腔，五分钟通鼻，长效十小时，仲不含类固醇。个鼻通晒，就算点 version 都唔怕啦！有安鼻灵，鼻塞即时通晒。仲有儿童配方，安心有意用。NetAI 卡数精算师出手，即秒计出最悭息清卡数方案，悭息悭到尽，仲改善埋信贷评级，所有卡数问题即刻搞掂。即刻就系最好时刻 ，WeLand。一申请即飞，新客户即送台北来回机票。中谷借钱紧要还，咪俾钱中介。旅团不变嘅抢风定律，即紧张就系边个？